大家好，我是萌新相伴。PC 版可以让一代主角加入吗？正常方式是不可能，因为 PC 版一、二代并没有继承机能。如果真要在二代用到一代主角，必须要透过修改存档方式开启剧情。找要改的存档，比如搜寻金钱，输入记忆体位置 000021A0， 找到 000021AB 这个位置，把00改成23，